台湾柚木家具品牌屏东生活美学馆以各系列柚木家具的搭配，展现木质家具温润自然的感觉，让空间更温馨且有质感。品牌强调自设工厂，从原料加工、生产、制造一条龙生产产品，不经中间商剥削，从产地到客户以自产自销方式做好全程把关，产品不含有害成分，让消费者安心。我们欧克斯柚木呢已经成立，大概工厂来说整个历史已经超过快40年了，那这个品牌呢大约是12年，那我们在印尼呢也有设厂，那我们所使用柚木呢都是人工环保林，不是用野生林，所以我们是砍伐之后会再种回去的，完全符合国际的 ESG 的标准来去做这样子的家具，所以说消费者使用上来可以非常的放心。那我们在整个的涂装漆面的部分我们也非常的注重，所以说用到都是非常健康无毒的一个板材。家具品牌强调，公司在印尼为国际知名大厂生产的产品更销往日本、法国，并与多国设计师合作开发居家产品。在柚木品项多元化方面，为国内柚木第一品牌。业者表示，在众多产品中，沙发组一直都是销售量最高的产品，特色为布套使用耐脏抗菌材质，顾客还能自选颜色，展现独特品味。此外，品牌还提供系统柜定制服务。我们有在做系统柜的部分，那因为我们本身有去做装修设计，所以我们有设计师去做整个的 整体的居家的一个设计，然后我们整一条龙生产，我们从制造到销售到运送都是我们自己。那系统柜的部分呢，我们就是到客人家，然后去整个去做它的规划。家具品牌生产无污染、无公害的绿色家具，以及提供统合居家装修设计服务，盼满足消费者对家居的需求。我喜欢原木家具，它看起来比较有质感。刚好要换家具啊，就看觉得这里的家具很温暖，过来这边看一下。我觉得桌子不错，对，然后因为它的造型跟别人比较不一样，它是自然扁的，对，所以我喜欢就是有木纹这样子 ，CP 值很高，就是质感也很好，价格也 OK， 很实惠这样。因为东西是很实在的，在以同等级的东西来比呢，我们的东西算是比较平价的。对，那但是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，非常实在。对，这个都用料都看得出来，可以欢迎到现场来做体验。业者表示，团队对于家具品质以及美感的追求，从材料、工法、比例等细节中都可看见。欢迎对居家布置有需求，想享受精致而低调生活品味的民众到门市参观，感受品牌呈现的家具工艺美学。记者张如英、刘建荣采访报道。